队友怎么选那么快呀？选那么快要死哦！没关系啊，我一个还蛮稳定的哈，应该可以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该爆发都爆发出来了，这一看都知道没洗手没冲马桶，靠北啊！洗手跟冲马桶大概只要5秒到10秒啊，你不要靠北哦，007我有哦，我这个人最爱干净了，拜托。对面组合哦，对面有冰鸟王哎，冰鸟露露、格雷夫、jungle、夏洛斯哦，这个。这样感觉 Gank 算是最好，但是我起这里，小。好扯哦，鱼王不帮挡，血量算多，鱼王感觉可以再多帮我挡一下。有没散开 ？OK。干嘛起究极？因为我们双人线要他们要吃30项的经验，所以他们就起究极。废不上课，女老师卡好怎么了？我要上什么课？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我要上课？他是不是错评了？靠背看这个我奇怪，说什么不上课？靠背啊，我没有要上课。可以的话，我还蛮想要上课的，好怀念上课的感觉啊！First Blood， 哎呦，下路一个被 gank 哎，哦，我决定补这波线了，这波线好肥哦，哦，他要补啊，回三小废物。我去！啊！这样没有死到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哎呀，不差这17块啊！哎，游戏声音又不同步了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声音又不同步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是不是公司网路有延迟啊？因为刚刚是有这个问题啦，但是重开 OBS 之后是有好一点，然后现在要不同步了吗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操，鱼丸叔要送啦。哦，鱼丸这个贝特神！我操，鱼王好帅哦！我不知道该说他帅还该说他神哎，他这个贝尔真的很屌，干他这么大胆哦！好，
干鱼王好，这个贝特很 nice， 超大胆哎！一般人早就吓得跑死来交闪，就他连闪都不用，没有，他是闪回去敲人呐、啊！他真的最会演哎，这演的超像，露露应该死的莫名其妙、啊，我是露露我会死之啊，被这样搞。这波鱼王打很好、啊。过来啊，肥宅！胖子，来吃啦，胖子！啊，胖子要来了！哇，干没六等，好肥！哇，三路我没有六等，感觉杀不太到哎、欸。我有机会需要六等吗？吸不到，我操！狂狂狂狂狂！哇，不行，被绞杀，没有机会杀到。还是要死啊，露露，阻碍你。他没 TP， 他这波露露很亏，露露才七才六等。有番薯可以吃吗？哇，我差点钱呢，想存到再回家哦。嗯，啊，感觉应该叫鱼王这么吃这个的，算了，他走了就算了，就不要吃了。哦，可是格雷夫出现了。欸，他六了吗？啊，六好像没那么好，没有眼，感觉杀不到。好，不要再杀他了，免得又等等又有人检举我他妈霸凌，网路霸凌，一直去操同一个人，说我心理变态。嗯，格雷夫在上，格雷夫红。刚不闪其实也是可以 Q 啊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距离 Q 这里超级容易被扭掉，一个正常的露露应该是扭得掉的，除非很帅，命中率大概我觉得就 20% 吧，你这打不过来 Q 啊，命中率大概只有 20% 左右，我觉得直接闪 Q 可以让它变得 90% 左右，当然就直接闪 Q 啊，残忍一点哦，杀人的时候闪不要闪，闪不要省，逃跑的时候闪现可以省，但杀人的时候闪现绝对不能省。你要比任何人都凶，这游戏就是这样。低扫，游戏音延迟慢两秒，干两秒那么夸张啊？这里有分页，分。哎、欸，没分页呢，还是我刚脱光？哎、欸，我刚不是我看到分页吗？我绕过去，从冰鸟屁股后面屌踢他一波，各位看好，这波是会有一个李欣神一般的操作，就在此时，李欣一个绕背，啊，他有眼，算了。应该是这边有眼了，他那个走位看起来是这边有一只。哎，鱼王那么凶哦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感觉我是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冰鸟有意思的。走了走了。嗯，太厉害哦！这个要退哦 ，BB 小心小心。
没有把 Q 用掉，那应该杀不到。哦，有眼找到了，干，原来这里，这里有眼，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对不起。想让我做义工？怎么可能？从来只有我让人做义工，没有我做人家的义工啊！太天真了吧！我这个 Q 精锐啊！下路感觉更不到吧。哦，鱼王应该是稳的，那个格雷夫应该杀不到了。来吃胖子，胖子来吃了，胖子核心真胖，核心真胖，来吃蓝 buff 真胖，吃完后养乐，吃完后变得胖一点，越肥越好，这样才可以轻松取胜。感觉这角的伤害是不是有点？哎，干这个格雷夫疯狂猪哎，好扯哦，格雷夫。露露不出来，露露好贵哦。葛雷夫现在感觉想要杀冰鸟机会，我干超痛。我操，干进出没什么用啊，没啥用。靠威，这还打输，我也会赢诶，加油，多射几下。哦 ，B 图弹，哦，漂亮 ，B 图弹啊。踢回来没用，刚踢回来没有意义耶，刚踢回来，然后 BB 伤害超低，冰鸟打不死。我太高估金的伤害了，我想要踢过去，加上我 Q1 Q2 的爆发，可以让冰鸟直接变档。但是台胜大概400滴吧，伤害不够。那我配个正常的中路，干冰鸟应该就死了。哎，是我的错啦，我自己没有很熟金这角色。但若中路配个正统一点，像什么维克特啦、菲斯杰这种一般的中路。冰鸟刚没闪的情况下，那个位置，就像葛雷夫出来了，我们一样会。等我们要检讨一下哈，就是妈的进好废，等我把他 gank。可是金要等在后期一点啊，没有，应该说他爆发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打出来的，所以刚那种情况下不好。龙要给了，龙给吧。他三路感觉有机会哦。他应该过来想清这个坟眼。哦，他应该没找到我吧？啊，这种叫偷偷来哈，偷偷的来，偷偷的来，偷偷的，偷偷的来，
偷偷的来，偷偷的来，然后被看到了，靠呗。靠，不行，我不能发冰鸟，不能发冰鸟又跟刚一样死去。这应该是死的。好，我不要发现，我去后面丢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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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他。靠背，怎么都我砍他？哎，靠背，我没有打他，为什么我砍他？靠背九级，干又是九级，操，又被九级 buff 害死。干！我被这 buff 害死超多次了。干！究极 buff 哦，没有究极 buff， 我奇怪用塔打我。靠呗！干！我都忘记究极 buff 了。干！我奇怪怎么可能会打我？你看他打我，我吓到嘞、欸，那个我吓到啊，所以我。我操！操你的狙击！哎、欸，哎、欸、，BB 怎么被教训了？哇，好劣势哦！这好像是我不知道第几次被究极害死的，因为刚那个情况下我是想先走进去，然后等鲁兹开，我在一个 QRQ 8秒了，可我打一般奇怪，我奇怪我刚没打噜噜噜噜怎么会打我，就他妈的究极 buff 啊，看这究极 buff 好靠北哦。 OK， 有没有比较少一点的、啊，这感觉都好，有点多哎、欸，因为我现在没那么饿。你家就饿了？你、欸、他送过来我就饿了吗？真的吗？那我看一下。而且他运动完才吃饭。什么完才吃饭？晚上会运动完才吃饭。OK， 我知道啊。问题是这个，那我泰式打抛猪肉饭好了。打抛猪肉。对。感觉这个打抛猪不错。哦，他们转散了。这场就渔网。鱼王下路爆、啊，下路跟中这场都蛮惨，感觉要打后期了啦，前期应该没戏了。这边应该一堆了。提三只，然后可是没有办法继续追击，因为少打多。哎、欸，我操！我刚四打五还打，这个可以打哦，这个、可以打哦。还可以继续拉吗？可以继续拉吗？刚刚想烧，哇，太贪心了！我们要撑够久，下路争取很多时间。我要拿两塔，这波很重，这波我四打五，然后下路 AD 单机很久，算是二换一我们亏，但整体来讲我蛮赚的。去死吧！不
个，那我可以切了。你背了这么久，有用。你先会战不会很酱油啊，看只是要打得好比较难而已，不所以要打得好才不会酱油啊，但其实还可以接受，也没酱油到哪里去啊，说李信酱油的人是不会打不会玩李信，这波有 TP 吗？有，哎、欸、好危险，会不会有人顶我 Q 个龙，上马我的龙喷歪他们，感觉直接转中塔，不用理他们，把他们当八七手。哎、欸，我刚才发现 BB 才十一等呢，我天，他们等级怎么输有点多？我看冰鸟十四等，好肥哦，冰鸟。哎、欸，快逃！上路快逃！快上路快逃啊！哦，成功逃脱，这波不错。我、哦、干这个墙回王一个卡都不让我们过去，他们线不好，中塔应该可以点，哦，这个流人，哦，起风咯，神威来了，在靠背哦，前面逛完这么久。我操！哇，被射完，神死了，神死了！哇，这感觉会掉巴龙哎，怎么感觉要掉巴龙？神死，好废啊！不是说神来了，结果神死了。哇，这个应该有机会掉巴龙哦，应该掉了。这个守得住吗？好像有点难哦。啊，我先把血吸嘛。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不行。这迷弟好肥啊！
试一伤。感觉我被对面 AD A 几下我就会死 ，AD 太肥了。干，太多人，被 TV 背着，快逃 ，BB！ 哇，这个伤害。被露露 bait 到了，露露 TP 下来交易。哇，鱼丸这个送，鱼丸送头。我还想拿三塔，这会战其实蛮不好打的，我觉得荣耀给打不赢吧。这会战我偷看看，偷到就 OK， 没偷到就算了。干，牛挡住了，偷不了。哎，这个干嘛？回去吧你！好，刷掉一只。哇，好，我觉得打不赢嘞。哇，急了，急了。走远了。刚刚不能打了，鱼丸 TP 过来也不能打，因为没招了。然后我们另外四个都没血。GG。这冰鸟那个开战蛮果断的。哦，这个连发哦，冰鸟变蛋，鲁先各种爆发，然后被一个闪顶顶回去，然后鲁兹各种普攻连击，然后哦哦。逆转了，逆转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哦、逆转了，再给一力几下，再给一力几下 ，nice， 起风咯。可是没东西可以拿，如果只有巴龙可以拿就好了，就真的逆转了。没有巴龙拿了就还好，没关系，至少有一线生机啊！比赛还没结束啊！感觉是对面在送欸，对面蹲比较松，应该稳稳打他们也是赢。哦，欸，真是当家里没大人。
对面疯狂送。中会战是强到爆哎、欸，冰鸟、露露、伊利、牛、格雷夫，超级强的会战组合，有 CC， 有 CC， 有坦，有 CC， 有坦，又能风筝。加很好，可是这边压力好大哦，会不会有感觉到人在蹲我？小白吗？想蹲我？哎呦，要怎么绕啊？哎呦呦呦，是不是有其他人啊？够了，不要这么过分。哦，扎拉露露了，扎拉露露了。快点啊！我在争取时间啊，队友。欸，感觉要被……哦哟，这可惜可惜。欸，这不我在旁边逛街晃一晃，赢两个白痴来追我，我们就赢了。为什么 ED 跟葛 F 要打我啊？为什么这两个要追我？那两个追我干嘛？然后冰鸟也在后面想偷偷来，然后他们另外一边就被开了，搞不懂欸，他们追我干嘛？好爽啊！我一个八七，然后背得到对面最肥的。好，我真的就一样用同样的战术，我会战就别做事，我就把伊利引过来就好。赶快把伊利引过来，我们会战就赢了。赢葛雷夫还好了，但把伊利引过来，我们会战就很好打。这个经济有慢慢追回来了，但是团队组合对面还是比较强。就团战了，团战他们太强。哪里搞？哎呀，巴龙没啦！哎、欸，那这个巴龙没有就有点难打啦，都没办法，视野太黑了哈，但视野全部下不出去啊。哇，现在一个巴龙直接被 rush 掉，团队一个非常大的劣势。据点要到，靠北据点终于到了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先蹲这个点哦，蹲来个帅气草梯，能不能赢就看我这个草梯。哇，被发现了。我靠，被顶飞！好，继续吸引对面的注意力。你看，我在吸引伊利的注意力。我踢，交给你们队友 ，nice， 加油，队友！哦，这个狙击，嘣，嘣！完了，我觉得伊利太强了。哇哇，不要，别死！哦 ，nice， 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。好歪。欸、我觉得队友打不赢这三个、欸，很难被风筝架的。干这个牛好靠背哦，直接被他顶出去。还有这波其实我们也是有做一点事情的，我们一个分散出了敌方的注意力。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波伊利又被我引开了？伊利在会战的前面五秒大概是没有任何输出啊，他一直在开始害怕我，所以 ED 完全没有任何输出，所以我们团队前面就赢了，但是后面就输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位移技了。是哦，
哎呦！被人家干了，他开不到了。干，这牛很烦哎。操你的，这牛，给不给玩游戏啊？这牛不给玩啊！一直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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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给他顶就好了。我操，多波进不去啊！牛一直操我，我被牛顶死啊！啊，走远了这场，哎，还好才减十分。干，这牛从头到尾他妈就只盯着我。从头到尾一直看着我，我往左走，我就往左走；我往右走，他就往右走。W 一直放在键盘上。